的好快，就是已经让人有一点看不到，有点难猜想，因为会听到那个大家会说很多次梦见原本的故事，但你已经很多部分已经有点难想象它的原貌了。对，这是让我觉得这个地方最有趣的是，它让你很多想象，但事实上已经看不到太多原本那个想象的画面。在赤峰街以外，然后还有很多赤峰街那个每一个人，他可能很多很多个店家里面跟居民他们平常最熟悉的东西会在里面出现之外，还有另外就是台北市的街景吧。因为我觉得就是用 3D 记录现在已经正在开始快速变化的一个街道，然后有很多老的东西现在看的时候已经看不到，但是它还在变化，可能之后有更多东西会跟现在看到的面貌不一样，所以我想用那个 3D 影像的方式，就是去记录那个现在当下的画面。我觉得那些东西应该很快的会在台北慢慢消失，所以我想要记录下这些画面。